哇！嗱，今日我俾回复翻 Toy Story 嘅风格咧，比较轻松啲，头先就比较严肃啲。我哋今日嚟到一个，因为点解会轻松咗咧？因为嚟到 Joy Toy 嘅展位，因为 Joy Toy 我谂大部分观众都好熟悉噶啦，亦都我哋好中意嘅。咁咧喺我身边咧就系我嘅 Joy Toy 嘅哇老总嚟啊，郭先生，好啊，谢谢你，郭总。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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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今天是今年是不是你们第一次参加香港的 Hong Kong Toys and Game Fair 啊？对对对，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参加。但是你们公司啊成立有不少年了，是多少年？七年了，是2015年成立的。这个香港有很多 fans 啊，你们。对对对，香港有很多粉丝。对对对。为什么近期会选择在香港出造展览？其实我们很早就想到香港来，但是这两年一直没有办。对，然后今年，开始办之后，我们就第一时间报名了。对对对。今天来这个展览有没有什么期望？就是 expectation， 就是。我们希望在展会可以认识和结识更多的这个喜欢模型猫玩这个圈子里面的朋友。现在到目前为止是第二天，现在满不满意这个？灿烂的Vista， 多不多？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也因为是第一年参与，因为我们不了解往届的情况，然后我们也了解一下就是其他的一些展位的情况，然后可能相比之前，人流什么的可能少些，但是今年是一个好的开始。今年是不是你公司第一次去外地展览呢？对对对，香港是第一个展，香港是第一个，第一个，然后我们在。二月份德国也有一个展，然后九月份会在美国参加展会，对，所以香港是你们做这个对对对最现在哪一站？对，第一站，第一站出海的第一站，对对对对。请问这个展览就是香港 Hong Kong Toys and Game Fair， 也是全世界三大展览，你觉得这个什么可以帮助你这个公司？我觉得香港相当于一个。窗口也是一个名片，就是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是说通过这个展会，然后把我们的产品还有让更多人去知道啊，其实我们宣传这一块可能做的还不够啊，所以我们想在香港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公司还有产品推出去。对，我觉得在香港做这个内地的品牌推广是最好的，对对，因为其实我们也是中国人啊，对对对，也还有我们香港很多外国的公司，还有很多外国的businessman 这商人去做生意，结果也应该肯，我相信这几天你应该很 busy 很忙的，是的是的，对对对，今年有没有新的产品上的计划？就是。最新的，我发觉有一个这个 Warhammer， 对，还除了 Warhammer 以外，有没有其他的？近期我们新签的是那个英菲尼迪，对对对，然后大概是在春节之后二月份，然后发售。然后还后续还会有一些其他 IP 的。会慢慢的会公布，对。厉害，就是你们也现在也放一个很不小的资源去。拿一个授权，对，做不同的产品，对对对 对。因为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你们是自己开发的一些，对，我们自己原创的，原创的，对。现在就很多元化。原创差不多现在占我们整体的有30%，有70%基本上都是 IP 授权的。对，就是这个 Warhammer 很成功嘛。Warhammer 做的还可以。因为在香港也卖的不错，我觉得。是的，是的，是的。这很厉害。还有很多摩哈马去发售，对吧？这还有很多没有发售。后续还有。对对对，我们今年计划，就是发售的新品大概是220个 SKU。哇，对对，那么多。对对对，而且每一个月也要7个、8个、10个，都是不止，差不多20个一个。对对，差不多。哇，那么多。对的。但是不同的 series。对，不同的，是的。所以现在这个，如果你觉得中国品牌在外国发展，有什么优点呢？我觉得就是，可能早先的生产，就是早先的设计上各方面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这几年就是，我们有生产的一个积累，然后技术上也有个积累，慢慢的设计了人才，现在也，就是
有很多现在优秀的设计人才，我觉得慢慢的会越来越好。嗯，现在你们公司的销售，就是内地的销售，还有香港，还有外国的销售，他们的比例是怎么样的？嗯，现在是各50%，就是国内销售占一半，海外一半。啊、嗯、对，是这样的。所以你们期望在海外再到一点，对不对？对对对，我们希望海外再扩展一下。对，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现在很多外国的collectors 也已经知道这个 Joy Toys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产品针对的用户群基本上风格也都是偏美系的。嗯，对，嗯，所以就是说海外的很多玩家，他们看了之后，都挺喜欢的。嗯，真的很开心，很紧张，因为我们一起去看看你的产品。嗯，可以，祝你们今天的展览非常成功。好的，谢谢。好，谢谢。我见到德哥摆呢个 pose， 我都要摆翻我咁样坐喺度一嚿嘢个 pose。啊，嗰个 pose 咧都成千 like 啊！今日咧其实今年终于都嚟到呢个玩具节又开翻啦，玩具展又开翻啦。咁啊，睇翻其实系冇错，啱啱疫情完咗之后咧开翻，其实系。冇咁熱鬧嘅，但我相信咧，其實嚟緊咧一年或者再多一年咧，其實會越嚟越好噶啦。因為始終咧，香港真係一個玩具之都，我認為咧裏邊有充滿好多做玩具嘅人才啦，甚至個市場都係發展好蓬勃嘅。咁希望咧嚟緊一年或者今年你都好咧，所有參展商或者行內朋友都喺呢個展覽度咧揾到你想揾到嘅嘢嚇。希望大家香港越做越好，亦都順帶咧即係祝大家咧身體健康，出年見。